每日一学万古，拼音乌暗万歌五谷，所属经络手太阳小肠经，取穴方法坐位，微握拳，掌心向胸，由后溪穴向腕部推，可摸到两块骨头，第五掌骨基底与三角骨在两骨结合部，掌背面交界处可触及一凹陷处，即为此穴。主治主热病汗不出，胁下痛不得息，颈汗肿，寒热，耳鸣，目冷，泪生翳，狂涕，偏哭，肘不得屈伸，急虐，头痛，烦闷，惊风，赤纵，五指彻，头痛。